是被封锁，这我不知道，我知道，就一切都就是在努力啊，积极的进行中。多久离开后吧？就七月离开后到现在，是谈恋爱啊？对啊，现在状态这么好。谈恋爱就是应该说现在还是以工作跟家庭啊，那谈恋爱这部分就不勉强，不勉强自己，也不会特别去真的一定要现在这个状况。嗯，有好感的对象？现在没有啊，没有。有人认识？对啊，没有。我周遭其实都没有，因为我朋友几乎都是全明星运动会里面的我的队员、艺人朋友们，所以就因为大家都太熟了，所以就不会有那种真的可能来电或是真的是有发现对方喜欢，完全没有。你有帮介绍他们？介绍没有，真的没有，他们都很狠心。就对啊，就没有联络不上，对。嗯，是没有，对。你会不会很伤心啊？就是，但一定会很想他啦，一定会非常想他。嗯。但是这个没有一个途径可以解决吗？譬如说透过法律？就现在其实就是在积极的，就是处理跟进行这件事情。嗯。所以他是一段年，一段四年吗？对，是。现在没有在用电话号码。对啊，对啊，视讯、啊、也没有。是啊，是啊，嗯。被封锁？这我不知道。我知道有没有封锁？对啊，我觉得一切都就是在努力啊，积极的进行中。多久哦？离开后吧。就七月离开后离开后到现在。是。